秦总的天气咋搞西南啊？现在长城市场淘一个荣耀30 Pro， 然后粉丝朋友下单的先过来找一下。先拿粉丝朋友下单的荣耀30 Pro， 然后这个黑色的话初检是不通过的，然后直接换了一个银色的荣耀30 Pro， 搭载128G 的。看一下今天的机子，这是一个苹果 X64，就是这个测试后是屏幕触摸有问题的，可以看到是断触的。像这个话，现在标准加屏幕是用那个加热的话，加热40秒，然后再看，它这个每加热前是一切正常的，它是加热完它直接就出现了有跳屏，然后是断触的，它这里就直接是断触了。屏幕不行，然后这个我还没撕标，然后这个明天拿去换一只。这是一个11 Pro Max， 然后256G 的白色，然后白色的话二手机边框会氧化，然后这是重新打磨过的，就特别的新，像白色的话都得打磨，不然都是那种灰闷闷的。这是256G，256G 量充机，这是一个充电九次，现在是充电十次了，我充了一次，然后是128G 的，这是准新机了，就充电几次。还有一个荣耀30 Pro， 本来是安排的黑色，然后黑色是后黑色那个拆出来主板有问题，直接就换了一个银色的，这个话是在保的，然后这个测试过没什么问题，都准备可以发货了。然后机子的话要通过那个录视频最后才会选择拆不拆机，像这个有问题的就直接不会拆机，直接拿去退掉。像大家原屏的话怎么看，除了就是割手，然后有灰可以判断没有压过外屏，这个也是可以看到的。这是原装的青铜网，它是比较密的，好，我换一个，那个12 Pro 看一下，可以看到都是一模一样，然后是非常密的。像国产的话，国产青铜网是很细的。看一下11 Pro Max 的，也是这个样子的。